谁是卧底？现在开始。嗯，它是一个任务。安加油！我天天见。坏了坏了，我真是空白。他们有模有样的说，我咋说呀？那要不然我就顺着他们说。我最喜欢他，他是个女的。描述结束，请投票。我投小青。你投我当然。你明显就是顺着俺几个说的。有道理，我也投小青。我哪有啊？有有有，我也投你。我都三票了。我第一句没啥灵感，妹妹，要不然我也投你了。我都四票了，我不投了。小青四票淘汰，游戏继续。投错了吧？俺妹妹姐不是卧底。那这谁是卧底啊？第二轮描述开始。他在家里边任劳任怨。他好打我，他天天拿我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。哦，原来他们的题材是妈妈。他说我是从垃圾堆里边捡回来的。描述结束，请投票。这句我演到，我投俺妈。你为啥投我呀，黄兰？通过你的描述，我觉得你的题材是爸爸在家里边任劳任怨的。那我不天天也任劳任怨吗？我觉得黄兰说的有道理，在我记忆中，爸爸才是任劳任怨的，妈妈不是的。俺妈天天给家睡大觉，吃鸡腿，跟我一样。对，妈妈是操心型人。俺呢，我也投你。啊，我就赚到三票了吗？你都投我，那我投胖丫。哎，你为啥投我哎？大多数妈妈就像我说的这样，哪像你说呢？恁妈天天给家睡懒觉，吃鸡腿。那俺妈就是这样，还喜欢逛街，还喜欢买衣服。投票结束，二审淘汰。游戏继续。搞了半天，俺爸不是卧底吗？回了，投错了。投错了，我也不是卧底。这个卧底隐藏的可深啊！第三轮描述开始。我也来。他经常发火，发火的时候连巴都怕了，有的时候顺便连巴一块打了。他没事好穿了花裙呢，去跳广场舞。他每次买东西的时候都会给人家讨价还价，因为一毛钱两毛钱在那里斤斤计较。描述结束，请投票。这句我投胖丫。胖丫，你描述的是你奶奶吧？我觉得也是胖丫，俺妈都不跳广场舞。那奶妈不爱美，俺妈爱美，反正不是卧底。投票结束，卧底胜利。啊，这是卧底。东东吧，我不是卧底。你是卧底，我的底牌是妈妈，我的底牌也是妈妈，你是卧底，我是空白。